都是非常准确，我能感觉到你在享受音乐，享受唱歌的感觉，我被这个歌声打动了，谢谢老师。汉堡王在那唱，我觉得特别有气质，这些女孩都很强。一部分女孩子主打的是唱功，一部分女孩主打的是个唱跳，青春活力美丽。一个人站在那个舞台上的话，我觉得我未必有你表演的那个底气。哇，谢谢老师，谢谢谢谢。有前面这么多厉害的人，我特别煎熬。他们画了一个圈子，想要把那观众要等那个突破，不让我破去。像一听哥哥，就是大家已经知道了他的实力，我应该不需要有那么多担心。不需要有那么多忧虑，我只要把自己的最好做出来，让观众能够喜欢上我的表演，喜欢上我就满足了。冒泡汽水和你都是夏天感觉，着迷你眉间柔情似海的双眼，心动像风来的不知不觉，此刻世界只叫你的出现。这是一个十八岁的少年在这个舞台上可以给予我们的最好的表现。小姐，了不起的十八岁。好了，我们期待一下沙溢汀的演出。哇，这是我的好弟弟啊。能有一点机会，我就会把它当成我最后一轮展现出自己目前最想展现的东西。
我是 Shiting EL，EL 是 Effortless 的缩写，就是干什么都毫不费力的意思。有请十三号选手沙一汀带来《敏感小孩》。他们画了一个圈子，想要把你困住，要把你又突破，不让我破圈，我就要偏坐，就做个发电机吧，自己是灯光，我抱歉的砸断你断来的鸡汤，都站不满的 life， 放肆的一秒就受尽，吃瓜路人在都听众讨论我个性，当我出现暴论的暴力，这就是我的命令，应该有的老师变得全无人民，他们没有什么能够 get down， 你其实全都明白这个世界怎样对十五平米从内蒙带到上海，这是我的开始，就连一个眼神演得让我焦虑，我要做我爱的，你们别管，不管走的我的敏感不是悲观，我想我已经用了三年活我的梦啊，我死了也不麻木，也不要被同化，我永远以你为荣。 I love my You cannot hurt me Don't judge me I'm moody I'm loving Your eyes were staring at me For thousand reasonsFor thousand reasons For thousand reasons For thousand reasons Yo, 其实我听得见，但我装作没听到，不敢开口，却又想尖叫，对我的低谷就像一把匕首插进我的心，能把我所有热情要拖进冰窖，记得住给我当爱的名字，当我下次见面还是愿意给他一个拥抱，记得住他们把我排除在外，我明明什么都没做错，我会爱的障碍，我习惯了朋友们走远的背影，只当我在接待别人，就别人我也不要贴着他们做个情绪的乞丐，我不属于这里，我不属于这里。 I know that no pain no gain， 我才不会掩饰 I want this fame， 当他拿着我的专辑心里问你，问你这是什么风格，是面前可不那么多的，把我当作朋友也当作敌人吧，第一次合作他们叫我靠边站，等我终于站到舞台中央，伴随着掌声我在发着，他们只有叫我 lucky man。我永远以我的朋友们为荣，就是抛开我们之间的感情，我那个能量都在的。他们画了一个圈子，想要把你困住，要把你又突破，不让我破圈，我就要偏坐，就做个发电机。没想到他唱饶舌的时候是这么炸的，就是哇，还是蛮有能量。对，真好。好，你们好，谢谢你们。我再一次看到沙一汀的现场表演，非常确切地明白为什么他所有的线下演出是一秒售罄。你已经线下演出可以一秒售罄了，你来青年派计划想玩什么呢？想半秒售罄。哎，那我也要追求半秒了呀，我不能比我兄弟差呀。我们最后一轮可以成功过关的会是谁呢？哎呀，沙一汀和汉堡王都酷酷的。汉堡王挺好的，啊，这样的吗？对，我个人还挺喜欢他的。汉堡王他唱的太好了，纯 vocal 的演出里面，我觉得他唱的是最棒的。王文锦，我觉得弟弟就是唱跳圈的。还有沙一汀老师了，他那个歌《敏感小孩》，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我就有被歌词击中，他的歌词写的真的非常走心，非常真诚。有人问我音乐的灵感从何而来，我说音乐是我的朋友，我在同他玩耍，他爱玩常常消失，我总在生活里找他。当我听从内心的声音，不做提线的木偶，他就会再次出现。用音乐表达生活的一万种可能。
淘宝二十岁，淘出一万种生活。青岛纯生，鲜活人生。青岛纯生提醒您稍后看点。比赛结束后，1000位小玩家对17位未通关选手进行了心跳值投送，最终心跳值排名前5的选手将获得最后5张赛后通关券。希望大家能把我留下来，我想让我下走，想跟他们多交流。谁会是观众投票排名前5的选手呢？青年派计划首席合作伙伴青岛纯生，青岛纯生鲜活人生。青年派计划快乐嗨吃官华莱士，全鸡配汉堡，华莱士吃好。青年派计划合作伙伴欧丽薇兰，新中餐橄榄油我只爱欧丽薇兰。淘宝青年派计划，下节更精彩。淘宝青年派计划，现在继续。这里是淘宝冠名播出的青年派计划，淘宝可以淘出一万种生活。青年派计划快乐嗨吃官华莱士，全鸡配汉堡，华莱士吃好。青年派计划合作伙伴欧丽薇兰，新中餐橄榄油我只爱欧丽薇兰。青年派计划行业指定 IHC 灵感源自院线，一瓶激活超 A 时刻。青年派计划行业指定壳牌洗力润滑油，极净动力，超凡表现。我们最后一轮可以成功过关的会是谁呢？哎呀，沙耶汀和汉堡王都酷酷的。汉堡皇挺好的，我个人还挺喜欢他的。沙耶汀老师了，他的歌词写的真的非常真诚。我觉得弟弟就是唱跳圈的。恭喜沙耶汀获得721心跳值，成功拿到第10张优先通关券。这是我目前拿到通关券的选手名单。我觉得今天的这个主题的发布非常的成功，水总很满意。本场音乐发布会30位选手全部表演结束，打开淘宝 APP 搜索青年派计划，为你喜爱的公演舞台点赞吧。感谢由淘宝独家冠名播出的青年派计划，淘宝可以淘出一万种生活。今天我们的议题叫做做自己，本来很难想象怎么样用音乐去表达这个议题，但是今天很神奇的是，通过30首歌，我们好像真的跟每一位的选手更靠近了，也好像更看到了他们的样子，也会对他们有期许。